数据满垒，罗森遭到三振之后，是该球队将队更换代打，换上是陈志远。 球队建功，哎，对，两兄弟啊。这一棒打成的在游击发射，超越是队长的，三十分钟，他在得分的时候，他被超，你要回到本垒得分，兄弟队的兄弟模式，陈志鹏、陈志远都超出了队友打点的安打，这一棒把分数追到只有一分差，两分打点超出一个。 兄弟队兄弟打，敲出了带有打点的安打，陈志远现在是退场休息，现在跟代跑陈志宏。这么接捕手，这一棒实在是太重要了，两分打点的安打。陈志远连续两场比赛带打都建功，昨天是敲出再接安打结束比赛，这一棒游击方向传了出去，许正杰虽然扑了出去，但是没有拦到。太强劲了，这个变化球也被他掌握到。